我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昨天要不是我拦着你，你就跟着凳子腿打起来了，还看了一夜的银河。嗯，说话不要太夸张。等一下，给你看样东西。 只听许清幽的话。其实我也没什么要求，就是跨年夜让我安排。你应当知道，任何不具有清醒意志的约定，都没有任何效力。哦，那请您看，这是您的日常招牌笑容，您怎么不清醒了？那剪辑重组又配上字幕，你怎么解释啊？ 那不是为了你的形象吗？你一喝多酒之后呢，就打嗝，一打嗝这画面就不能要了，要剪掉吧。还有呢，就是你喝多酒之后口齿非常不清晰，我只能上字幕了，这都是为了你好。好，原视频给我。原视频肯定不能留啊，多丢人啊，是吧？那就好办了，跨年夜听我安排。